新闻现场，罗汉文所率领的金门各界纠结住院伤患官兵慰问团，是由军防部妇联分会、金门妇女会等六个单位所组成的。他们今天上午在金门金友站站长周寿生的陪同之下，巡回慰问了金门的东沙、廖罗和赵义等三所新医院。他们在医院的每所病房亲切地祝福伤患官兵身体愉快，并且祝贺每个慰问医务还是有资格的。慰问团的杨铁军常政委也为伤患官兵表演精彩的歌舞节目。国际同胞社台东分社是由社长沈议员王国柱率领，社员有十多人，今天上午到立交的元宝店